朋友们下午好啊，今天我们学第五课。昨天李老师已经带你们学了这个课文一的生词，然后看了课文一，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课文一啊。好，我们先复习一下上节课课文一的词。好，第一个 have a fever 怎么说？ have a fever。 对，你们昨天学的。对，昨天我们学了发烧，嗯，发烧。好，那你们还学了一个介词啊 ，preposition for 啊 ，for 怎么说？对，为啊为，好，那你们说一个句子啊，说明天啊，明天是我妹妹的生日啊 ，I make the cake for my sister。我说明天是我妹妹的生日，so I want to make a cake 啊 for my sister。哎，对，我啊 ，for somebody do something 啊，为谁谁啊 do something。啊，为谁做什么事情啊？为它是一个啊 ，written language 啊 ，written language。那。老师经常说的什么 spoken language, written language 啊 ，spoken language 叫口语啊，口语 ，written language 叫书面语，书面语。一本书的书，面条的面，语言的语啊，口语就是 spoken language， 书面语就是 written language。好，那为这个字啊，为他做蛋糕，为妹妹做蛋糕，为朋友买咖啡啊，为朋友买礼物，这个为呢就是书面语啊，书面语 written language 啊，书面语 written language。好，那昨天你们还学了这个课文一。啊，对不对？课文一，我们再听一下课文一啊，再听一下。第五课，我最近越来越胖了。Lesson 5. I am getting fatter and fatter lately. 课文一，在小丽家。
Text 1. At Xiao Li's home. 我听说你身体不舒服，怎么了？前几天有点发烧，现在好多了。喝杯茶吧，这是我为你买的绿茶，很不错。谢谢，我要吃药，不喝茶了。那喝杯水吧。好的。生词。New words。发烧，胃。好，这是课文一啊。因为我们的这个 HSK 和 HSK practice 都学 HSK 啊，因为我们班有点慢，学的太慢了，所以我们 HSK practice needs to take HSK lesson. So 我和李老师 who teach 啊 who teach。First one is right 啊，我想为妹妹做蛋糕。I want 啊，我想为妹妹做蛋糕。我要为妹妹做蛋糕啊，第一个是对的，第一个是对的啊。I want 啊 make a cake for my sister. For somebody do something 啊 ，if you want to add 什么想啊，要啊。It should after subject, after subject 啊，所以我想为妹妹做蛋糕是对的啊，我想为妹妹做蛋糕是对的。好，那我们看一下，昨天你们已经学了课文一，对吧？啊，在小丽家啊，朋友去看小丽啊，朋友去看小丽，朋友为什么去看小丽呢？因为朋友。听说啊，我们以前学听说 heard about 啊，我们还学了听谁说啊，听说你身体不舒服啊，因为小丽身体不舒服，所以她的朋友去看小丽啊。小丽说她前几天有点发烧，那现在好多了啊， feel better 好多了。朋友让她喝茶，朋友为她买了绿茶。让他喝茶，朋友说这个茶很不错，但是小丽说因为他要吃药啊，因为他要吃药，所以他不能喝茶啊。小那他的朋友说那喝杯水，小丽说好的。好，那我们在这个课文一里啊，课文一里能看到了现在好多了了，还有我要吃药不喝茶了啊。 actually 其实啊，其实这个了我们在 HSK1 的时候就说过，这个了 indicate new situation 啊， indicate change new situation。 现在好多了就是以前啊，以前发烧啊，以前发烧，现在很好，所以现在好多了啊。不喝茶了，以前喝茶，现在不喝茶啊，不喝茶 new situation 啊，所以我们用了。你看这个我们在 HSK1 的时候说过啊， use at the end of the declarative sentence 啊， and indicate a change 啊， new situation 啊， new situation 啊。 for example 我说我现在没钱了啊。Some students maybe ask 啊，老师，我们用现在 why we use 了啊？因为可能以前啊 ，before 我有钱啊，以前我有钱，那我现在没钱，现在没钱 ，so it indicate a change 啊 ，change new situation. So here we use 了啊 ，although here we 有现在有现在 ，but it indicate a new change 啊，以前有钱，现在没钱，所以用。了啊，现在没钱了。好，再看几个句子啊，看几个句子。了，你看这个杯子，以前有水啊，以前有水，现在没有水啊，没有水，我们就可以说杯子里没有水了啊，杯子里没有水了啊。New situation， 以前有水，现在没水啊。New situation。
对，上课了啊，我不记得了，下雨了，对，都是对的，都是对的啊。我不记得了，我以前记得，现在不记得啊，我不记得了，下雨了，以前没下雨啊，maybe 这个 ten minutes ago 啊，ten minutes ago 没下雨，那现在下雨了，我们就可以说下雨了啊，下雨了。你看这个花啊，花啊，它以前是关上的，现在是开啊，我们就说花开了啊，new situation，花开了。你看这个，看这个图片，啊，天冷了啊，他穿很多衣服啊，他穿很多衣服。哎，他穿衣服了啊，他穿衣服了，不是他穿了啊。好，那我们看一下这几个句子啊，这几个句子。第一个句子呢，是我们书上的句子啊，书上的句子。前几天有点发烧，现在好多了啊。第二个句子，我现在喜欢夏天了啊。夏天是 summer 啊，summer。好，那我现在喜欢夏天了，为什么这里用了呢？夏天啊，summer。好，我现在喜欢夏天了。为什么？Why? Here we use the。为什么我们这里用了呢？不是现在什么什么了啊？It's not a structure 啊。现在什么什么？Not a structure 啊？Not a structure。我现在问你啊，问你为什么用了？Break 是我的网不好还是你的网不好？哎，对，maybe 啊，maybe 啊，maybe 他以前喜欢冬天，以前喜欢春天，以前不喜欢夏天啊，以前不喜欢夏天，但是现在啊，现在喜欢夏天，so is a new situation. So we use the here 啊，so we use the here. 哎，对，it indicate 啊，如果我说我现在喜欢夏天啊，we don't know before 他喜欢什么啊，but if I say 我现在喜欢夏天了啊，it indicate speaker 以前不喜欢夏天，right 啊，this is why we use the 啊，it indicate speaker 以前不喜欢夏天，现在喜欢夏天，new situation so 用了啊，用了。好，再看一下下一个句子啊，他说这件衣服是去年买的，今年就不能穿了。这里为什么用旧呢？这个还是啊，如果这里用旧，it indicate speaker think 啊，these things happened very early 啊。I buy this 啊，I bought this clothes last year, but this year I can't wear 啊。It maybe its size is small 啊，maybe 衣服太小了，所以不能穿了。So speaker think 今年就不能穿了啊。This thing happened very early 啊。他 maybe think 啊，可能 after 5 years this clothes 不能穿，但是 this thing happened very early，今年就不能穿。So here we use 旧啊，旧，今年就不能穿了。那这个了也是啊，他去年能穿啊，去年买的衣服，去年能穿，但是今年不能穿，今年不能穿 is a new situation，所以这里这句话我们也用了了啊，这句话也用了了。
好，以前我喜欢喝红茶，现在喜欢喝咖啡了。哎，对的，对的啊，这也是一个 new situation 啊。以前喜欢喝红茶，现在喜欢喝咖啡了。new situation， 所以用了啊，是对的，对的。好，那我们现在做几个练习啊，做几个练习填空啊，选词填空 fill in the blank 填空。哎，对，上个月很冷，现在天气不那么冷了啊，不冷了。这些水果是我上个星期买的，现在都不能吃了啊，不能吃了。上个星期可以吃，但是可能已经啊，我一个星期啊，一个星期 passed， so 可能坏了，不新鲜了啊，所以不能吃了啊。昨天腿有点疼，今天早上不疼啊，今天早上不疼了，现在好了， recover 了，好了，不疼了啊。好，冷了吃了不疼了。好，这是这个上面的练习。那我们再看一下书上，书上还有三个句子啊，你们现在写一下书上的句子啊，这两个是一样的，这两个是一样的。昨天腿有点疼，今天早上不疼了啊，不疼了。这些水果是我上个星期买的，现在都不能吃了啊，不能吃了。自己写一下啊，这几个句子在你的书上啊。上个月草和树还没绿啊，还没绿 ，green 啊，还记得吗？绿 green， 草和树还没绿，花还没开啊，开 open。啊，花还没开，那这个月怎么怎么了啊？这个月 this month 啊 ，new situation 啊，哎，去年我想去中国，今年我不想去中国了。对的啊，对的，也是啊 ，new situation 是对的。好，自己写一下这三个句子啊。
对，我看有的同学写的现在，有的同学写这个月都可以啊。那上个月草和树还没绿，花还没开，这个月啊，或者现在啊，这个月草啊，不是，对，草和树绿了啊，绿了，花开了啊，花开了。啊，有些同学写的现在也可以啊，现在。哎，草和树都绿了也可以啊，我看有的同学写的都啊，很好啊，都绿了。啊，下一个啊，不疼了，自己在你的书上写一下啊，现在都啊，不能吃了，不这个是绿，这个是开啊。我们是不是在第四课的时候就学了绿茶啊？绿茶的绿啊，开，开 open 啊，开。对，绿 green 写完了吗？都写完了吗？在书上自己写一下啊。如果没有书，你就在你的 notebook， 在你的本子上写一下。写完了是吧？写完了，那我们就看课文，再看一下课文一啊，你们自己读一下课文一，好，再听一遍课文一，然后自己读一下。第五，最近越来越胖了。Lesson 5. I am getting fatter and fatter lately. 课文一。在小丽家。Text 1. At 小丽's home. 我听说你身体不舒服，怎么了？前几天有点发烧，现在好多了。喝杯茶吧，这是我为你买的绿茶，很不错。谢谢，我要吃药，不喝茶了。那喝杯水吧。好的。自己读一下课文一啊，读一下课文一，读完了告诉我。
对啊，before some days, several days. 读完了吗？喝杯茶吧，啊，Let's drink a cup of tea. 啊，This is the green tea I buy for you. 啊，for you. It's very pretty good. 啊，很不错，pretty good. 这篇文章其实不难啊。Oh, don't always rely on teacher to translate the text, okay? Try your best, to understand this text, by yourself, okay? 它不难啊，不难。这些词我们都学过啊，都学过。不能每篇课文啊，老师都帮你翻译啊，你要自己学着去看啊，学着去翻译，to translate 啊。Just rely on teacher to translate for you 是不可以的啊。I bought some green tea for you. The first sentence after 身体。不舒服，哎呀，这舒服我们都学过 ，OK， 舒服 ，comfortable， 哎，你们都不懂意思，为什么你们不懂呢？因为你不复习啊，这都是我们学过的词。舒服啊 ，comfortable。好，那我们看一下课文二的词啊，课文二的词也不难啊，不难。我们先读一下啊，先读一下。照顾啊，照顾 ，take care of。下一个用 ，need 啊 ，need。下一个感冒 ，have a cold 啊。那这节课呢，我们学了发烧 ，have a fever， 感冒 ，have a cold 啊 ，have a cold。好，我们一个一个看啊，先看照顾，照就是照片的照啊 ，picture 照片的照，顾我们写一下顾怎么写啊，照顾，这个照呢是上下结构啊，上下结构的。先看一下照顾的照，照就是照相的照啊，照片的照，先写一个日，然后写一个刀，然后写一个口，然后一二三四啊，照顾，先写横撇啊，然后竖弯钩，啊，这个不对，撇啊，横撇竖。
看一下照顾的顾啊，照顾的顾，这里是点啊，这里是点啊，点，不要啊，不要写成啊 ，don't write it like this 啊 ，some students maybe always write like this 啊，这是不对的啊，这是不对的。Last 啊 ，last stalk 啊 ，last stalk，not 竖弯钩啊 ，not 竖弯钩 ，just 点啊 ，just 点 and longer 点啊，不是竖弯钩啊，和见面的见是不一样的，和见面的见是不一样的，好吗？一定要注意啊，这个照顾的顾啊，我们写照顾的顾的时候，一定不能写竖弯钩啊 ，last stroke not 竖弯钩是点啊点。好，照顾啊 ，take care of 啊 ，take care of， 我说。如果啊，如果现在呢，有一些同学啊，在中国啊，现在也有一些同学是在中国的嘛，那他们的父母爸爸妈妈说啊，你一个人啊，一个人在中国啊，在中国啊，你要照顾啊，照顾好你自己啊，照顾好你自己，自己 yourself。啊啊！一个人在中国，你要照顾好你自己。这个好呢，就是 result compliment 啊 ，for 照顾啊，照顾。他说他的儿子生病了啊，儿子生病了，他每天啊要照顾。哎，照顾孩子啊，照顾孩子，还有照顾老人啊，照顾老人，照顾啊，照顾小孩啊，照顾老人，照顾谁啊？照顾谁啊？照顾老人。啊，照顾老人，照顾小孩啊，照顾小孩 ，kid 啊，照顾。啊，还有照顾小猫啊，照顾小猫，啊，给小猫吃东西，给小猫洗澡，啊，给小猫。这个洗澡吃东西啊，照顾小猫啊，我说他人很好啊，他人很好，他知道怎么照顾小猫啊，他把他的小猫照顾啊，照顾好啊，照顾好，照顾得很好啊，照顾得很好。照顾小猫啊，我没有人照顾啊，可以，我没有人照顾啊，我们在家照顾好我的爷爷啊，妈妈照顾得很好啊 ，yes， 照顾客人啊，也可以啊，照顾客人。不是，我讲的时候你们听不听？照顾好你自己 ，take care of yourself 啊。照顾你自己 ，and 好 is a compliment 啊 ，is a compliment for result and get a good result。我很喜欢照顾小猫，啊，也可以吧。啊，我的小猫很可爱，我的小猫很可爱 ，cute 啊，我每天都要照顾它啊，我每天都要照顾它。
照顾什么意思？照顾 means， 照顾 means 看你的书吧，看你的书照顾是什么意思？都说过的，对，照顾好你自己啊，照顾好你的身体啊，也可以啊。对，我弟弟发烧了啊，我弟弟发烧了啊，因为我弟弟发烧了啊，所以我要照顾他啊，所以我要照顾他。对，我的猫生病了，我要照顾我的猫啊，我要照顾我的猫。我在照，不能说照顾家啊，应该是照顾 some people 啊，照顾应该经常是 some people， take care of my family 啊。Take care of my family， 照顾我的家人啊，照顾家人啊，家 means home 啊 ，if you want to say family member 啊，家人啊，家人 ，always say 照顾 some people 啊，我弟弟发烧了，所以我照顾他，对，我啊，我最喜欢照顾鹦鹉。啊，妈妈说啊，妈妈每天说为我们照顾好你们自什么啊，对，自己。啊，please take care of yourself for us。照顾啊，照顾。啊，我家有一只猫啊，我家有一只猫啊，我照顾的啊，我照顾的很好啊，很好。这个 after 的这个很好啊，很好。是 indicate the degree of this 啊 verb 啊，我照顾妈，不是妈，照顾猫啊，照顾猫，那照顾的怎么样啊？照顾的不太好，照顾的很好，照顾的非常好啊，照顾的很好啊，我能照顾好动物啊。我能 is better. I can take care of animals. Very good. 啊，不是照顾是照顾 some people or 照顾 some animal 啊，不能说为我照顾好开车的时候，这个句子是不对的啊，这个句子是不对的。照顾啊，下一个用啊，用 need 啊 ，need。好，那 needn't 就是不用啊，不用。For example， 昨天啊，昨天老师给你们了一个作业啊，给你们一个作业，对不对 ？HSK 这个 workbook lesson four 啊，老师说 you needn't submit your homework 啊，不用啊，不用。交作业啊，交 here is a verb 啊，不用交作业。You needn't 啊 ，needn't hand in 啊 ，needn't submit your homework 啊，你不用交作业啊，不用。开车的时候要照顾好你自己，你自己也可以啊，你自己。请问你好好照顾我的店。照顾经常是对人说和对动物说的。
人、动物啊，照顾。对，用 means need 啊 ，need。你明天啊，明天用不用上课啊？你明天用不用上课？啊，用 also means use 啊 ，use a different meaning 啊 ，different meaning。You 啊，不是 you 用啊，用 also can means use 啊 ，use。For example， 我用筷子吃饭啊，我用筷子吃饭。这个用 means use 啊 ，use a different meaning 啊 ，different meaning。好，我说因为啊，因为下个星期一啊，因为下个星期一是中国的节日啊，是中国的节日，节日 festival 啊，是中国的节日，所以啊，你们不用上课啊，不用上课。我们下个星期一不上课啊，不用上课，因为是中国的节日啊，节日。对对，不用 also can you means use。交作业 handing the homework someone in the homework I hope 啊 I hope 我在说这个句子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听一下？我在说这个句子的时候 ，When I explain this sentence, can you listen it carefully? Don't after this sentence are you back after ask me? Oh, what's the meaning of this? 啊 ，because this Sunday is a festival, and we will take a 3 days holiday. But for 星期六星期天啊，星期六星期天不上课 ，and 星期一不上课啊。It's really 啊、really。清明节，找一下啊。对，星期六、星期天和星期一不上课啊，因为在春天清明节的时候啊，清明节的时候我们要去啊看啊去祭祀啊，去祭祀家里啊，家里已经去世的人啊。We will memories 啊 ，We will memories some。People already died. Yes, you already don't have the class on 星期六 and 星期天. So only one day. In fact, actually, there are only one day festival for 四月 not festival, holiday for 四月五号. Okay, next Monday, 下个星期一。好，那我们看一下啊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要 and 用啊？要和用，不用和不要啊，不用和不要，看一下这两个啊 ，As we know 啊。Chinese holiday always like this 啊、，we use the 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啊 to be the holiday. So in fact, sometimes if here is a 5 days holiday, in fact maybe just 3 days 啊。Yes, after class I will notice you again. Okay,
After class, I will tell you again. So now, back to our class, back to our class. 我们看一下用和要啊，用和要，不用和不要啊。好，不用 needn't, 不要，不要 ，do you remember? 不要 always 啊 ，forbade 啊 ，forbade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啊 ，tell somebody don't to do something 啊。Don't do something 啊 ，Don't do something. We always say 不要啊。我们看一下这几个句子啊。他说，听说他生病了，我们要不要去看看他？啊，不用去看他。You needn't to visit him. 啊 ，He already recovered. 啊，他已经好了。啊，如果用不要呢？不要去看他。Don't to visit him. Don't forbade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Forbade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So forbade the listener to visit him. Because why? Because 他对我们不好啊，他对我们不好。要去看他啊，我要去看他。Strong willing. Strong willing for want. I want to visit. 要去看他啊 ，is necessary 啊 ，is necessary to visit him 啊 ，why? Because 在中国，他只有我们两个朋友啊，在中国 ，he only have two friends 啊 ，two friends。我要休息 ，means I want to 啊 ，I want to strong willing。Strong willing for want. 我们不说我用休息啊，我不说我用休息啊 ，just 我想休息，我要休息 ，is okay 啊，不说我用休息 ，OK。Yes， 他对我们不好 ，it means we have bad relationship 啊，他对我们不热情，yes。不要去看他，他对我们不好，他对我们不热情啊。不要是 forbade 啊 ，forbidden someone 啊 to do something，don't do something 啊，不用 means needn't 啊 ，we needn't to visit him because he already recovered 啊。要去看他啊，要去看他啊，要去看他。I want to, strong willing and is necessary, is necessary to do something, 要去看他啊。Yes, do you remember 我们学了不要什么什么了，别什么什么 ，same meaning, 啊 ，forbidden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啊，别什么什么啊，不要玩手机啊。不是啊，他对我们不好 ，it not means it's not good for us to visit. It means we have bad relationship. 啊 ，he always trust me bad. 啊 ，so 啊 ，I don't want to. 啊 ，we don't want to. 啊 ，we needn't. We don't to 这个 visit him.好，再看一下下面的这几个句子啊。你要吃点儿我做的菜吗？不用啊，不用 ，needn't。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不饿 ，so needn't 啊 ，needn't。不要啊，不要。你做的菜不好吃 ，I don't want to eat it 啊 ，don't 不要啊，你做的菜不好吃。要啊 ，I want to eat it。I want to do something and strong willing. 啊，我现在很饿啊，我现在很饿 ，very hungry. 啊 ，very hungry. So I want to eat. 啊，要
want to do something. And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要 and 想啊？要 is strong willing than 想啊 ，strong willing than 想。不要去载老虎是什么意思？去载老虎 ，go at tiger. What's the meaning of this?好，那我们做几个练习吧。啊，用不用啊，不用和不要啊，不用和不要，看一下这三个句子啊，不用和不要。所以说不要往 the lion 也不是 lion 是狮子呀，不是老虎啊，不要往狮子那儿走啊，不要往狮子那儿走。如果你 if you want to express this 啊，它是不要往啊 towards 不要往狮子那儿啊，狮子那儿走啊，不要往狮子那儿走。往哪儿走啊？往左走，往右走，往狮子那儿走啊？往什么什么走？好，看一下这个三个句子啊，用不用和不要啊，不用和不要写一下。看一下啊，用不用还是不要啊？好，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这几个句子。第一个，他吃药了吗？要不要去医院啊？什么去医院？昨天吃了感冒药啊，感冒。我们刚才说了，感冒 have a cold 啊 ，have a cold， 感冒药现在好一些了啊，现在好一些了 ，feel better。第一个是不用啊 ，needn't 啊 ，needn't go to hospital because 啊 ，have already take the medicine and feel better now, so needn't go to 这个 hospital。好，第二个，明天考试，你现在就睡觉了，不再看看书了？啊，他说什么看了？我已经复习好了啊，已经 already 复习好了。
那是 needn't 啊，不用看了。I needn't to 啊，这个 watch the book 啊 ，I needn't to review because I have already 啊 review 啊 review good 啊 result compliment for 复习啊。Next， 他说我的脚很疼啊，很疼 ，painful， 脚疼。医生告诉我什么运动？不用运动还是不要运动啊？是不要啊 ？Can't 啊 ？You don't 啊 ？Don't。医生 forbade 啊 ，forbidden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啊 ，forbade me 啊 from sports 啊 ，sports。So tell me 啊 ，tell me。Don't do the sports because 脚疼啊，因为脚疼，所以不要运动啊，所以是。不用不用不要啊 don't just look at this question 啊 to write 不用不要 you need to know 啊 what's the meaning of this sentence what do you want to see then to write 不用 or 不要 OK 啊都对是吧嗯好After 医生告诉 ，Do you remember？ 告诉，告诉是什么意思啊 ？OK， 嗯，如果啊，如果以后啊 ，if later 啊 ，someone ask me some words we have learned， I hope 啊 ，some student can 啊 explain 啊 ，some student can explain what's the meaning of these words？ 哎、啊、，yes， 对 ，many student have remember 啊，是 tell 啊 ，tell。告诉，Yes, I decide by a situation. Ah, decide by what do you want to see? Then to write, 不要 or 不用啊。OK 啊，都写完了吧？啊，都对是吧？好，那我们看一下啊，还有一个词啊，还有一个词。感冒啊，感冒 have a cold。我们先看一下感冒怎么写啊，怎么写？看感冒的感，它是上下结构啊，上下结构。然后冒呢也是上下结构。我们先写感冒的感啊，先写感冒的感。好，感冒的感上下结构，我们先写上面啊，先写上面。然后写一个横，然后是一个口啊，一个口。斜勾，然后撇点，这是上面啊，上面。然后下面呢，就是一个心啊，就写一个心就可以啊，心。这就是感冒的感啊，感冒的感。那感冒的冒怎么写？先写上面啊，上面只有两个横啊，两个横，下面呢是一个木啊木，一二啊 ，next close 啊 close。这个写的太长了啊 ，it's too long， 写短一点。好，上面啊，上面里面只有一个横，里面只有一个横。这个下面里面有两个横啊，两个横。感冒 ，have a cold 啊，我说他昨天感冒了。啊，昨天感冒了，因为啊，因为天气很冷啊，他没啊，他只穿了一件衣服啊，他只穿了一件衣服，所以他感冒了啊啊，因为昨天天气很冷啊，他
只穿了啊一件衣服啊，只穿了一件衣服，所以他今天感冒了啊，所以他今天感冒了。我们今天学了两种病啊，两种病，一个是感冒，一个是发烧啊。感冒 have a cold， 发烧 have a fever。好，那我们练习一下啊，练习一下我们学的词啊。为发烧照顾不用啊，用词来填空啊，选词填空。看一下这些句子。不在书上啊，不在书上啊，可以可以，你就写 ABCD 也行。对，第一个啊就是照顾啊，这是你家的小狗吗？真漂亮，谁照顾它啊？谁照顾它？明天是周末，不用上课啊，不用上课。我是不是发烧了啊？发烧，发烧了。怎么？这个词是什么？还记得吗？这个我们在第四课学了。哪有感冒？赵科 ，A B C D 有感冒吗？没有感冒啊，这是发烧，不是感冒。对啊，很好，总是 always， 非常好啊！快来看一下，这是我为你买的衣服啊，为。Yes, very good 啊，总是 always。好，这些句子都
不难啊，都不难。看完了这些句子，我们看一下课文二啊，课文二，课文二，周太太和张太太打电话啊，他们在说什么？听一听啊 ，What are they talking about？ 他们在说什么？好，写完了，我们就看一下课文二。先听啊，先听。课文二，在打电话。Text two, on the phone. 对不起，我明天不能和你们出去玩了。为什么？怎么了？我儿子生病了，我要在家照顾他。他吃药了吗？要不要去医院？不用去医院。昨天吃了感冒药，现在好一些了。那我们下次再一起出去玩吧。生词 New words 照顾用感冒专有名词、哦、我们再听一遍啊，再听一遍。课文二在打电话。Text 2 On the phone. 对不起，我明天不能和你们出去玩了。为什么？怎么了？我儿子生病了，我要在家照顾他。他吃药了吗？要不要去医院？不用去医院。昨天吃了感冒药，现在好一些了。那我们下次再一起出去玩吧。生词 New words 照顾用感冒专有名。好，我们看一下课文二啊，课文二。对啊， medicine for cold 感冒药，还有很多药啊， many kind of 药，很多种药。好，我们一起看一下课文二啊，周太太和张太太打电话啊，那看一下他们在说什么。周太太说啊，不能和你们一起出去玩了。那为什么他不能和张太太出去玩呢？因为他的儿子生病了，所以他要在家照顾儿子啊，照顾儿子。张太太问啊，他的你儿子吃药了吗？啊，他说的就是周太太的儿子吃药了吗？要不要去医院？啊，周太太说不用啊 ，needn't 不用去医院，因为昨天吃了感冒药，现在好一些了啊 ，feel better 好一些了。那张太太说，那我们下次啊，下次 next time 啊，下次再一起出去玩吧啊。这次你、啊、儿子生病了，你在家照顾他，下次我们一起出去玩。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课文二啊，读一下。对不起，我明天不能和你们出去玩了。为什么？怎么了？我儿子生病了，我要在家照顾他。他吃药了吗？要不要去医院？不用去医院。昨天吃了感冒药，
现在好一些了。那我们下次再一起出去玩吧。好，这就是课文二啊。好，那我们看几个问题，看几个句子啊。看这四个句子啊 ，according to text two 啊，通过课文二看这四个句子对不对啊？好，我们看一下这几个句子啊。第一个，周太太不打算和张太太一起出去玩了啊，这个是对的啊，打算 plan 啊 ，plan to do something。第一个是对的啊，他不打算和张太太一起出去玩了，为什么不打算呢？因为他儿子生病了。那他儿子是感冒了吗？他说儿子是吃了感冒药，现在好一些了，所以是感冒了啊，是感冒了，是对的啊，是感冒了。第三个，说周太太的儿子不想去医院，不想是 don't want to go， 但是周太太说的是不用去医院啊， needn't， 所以第三个是错的啊，第三个是错的。第四个，周太太的周太太儿子的身体昨天比今天好啊，昨天比今天好，这是对的啊。他说现在好一些了，是错的啊，应该是今天比昨天好啊，不是昨天比今天，应该是。今天比昨天好，所以最后一个也是错的啊，错的，应该是今天比昨天好，因为他今天吃了药啊，因为他今天吃了药，所以今天
身体好，昨天身体不好啊，所以最后一个也是错的啊，错的。哎，第一个是对的啊，第一个是对的。嗯，第一个是对的，第一个是对的啊。嗯，外不对。Yes, she can't go out. She can't go out, so she don't plan. She don't plan. It's just same. According to text two. According to text two. Yes, they decide to go.But 他的儿子生病了 ，so 他不打算去了啊，他不打算去了。以前打算去啊，以前打算和张太太一起出去玩，但是现在他的儿子生病了，所以他不打算和张太太一起出去玩了。啊，第一个是对的啊，第一个是对的，对的。第一个是对的。他以前打算和张太太一起出去玩儿啊，他以前打算和张太太一起出去玩儿 ，and they maybe already they have decided 啊，明天出去玩儿 ，but 周太太啊给张太太打电话说 ，sorry I can't， why 啊 ，because 他的儿子生病了，所以现在。他不打算和周太太啊，不打算和张太太一起出去玩了。以前打算和张太太出去玩，现在不打算和张太太出去玩。It's a new situation and we use了，所以 the first is 对的啊。Yes, when you read the sentence, please read it carefully, because if you lose the one character, the meaning is totally different.And the second one, 他的儿子感冒了。Why this right? Because 他说吃了感冒药啊。He already take the medicine for cold. So 他就是感冒了，就是感冒了。所以他吃了感冒药啊。如果是发烧，为什么吃感冒药呢？对不对？所以第二个是对的啊，第二个是对的。It's not same, but according to this text, we can know this. 周太太不打算 ,OK? It's not the same meaning, but according to text two, we can know, 周太太不打算和张太太一起出去玩了 ,OK? Although it's not the same meaning, but according to the whole text, we can know,her plan, OK. It already told a different meaning, but according to text two, we can know her plan. Don't just focus on this, this
character and this character is not same. And you need to understand the whole test and then to correct it true or false. Okay. And for here, for text 2, I also want to emphasize there is some 这个 very important grammar. First is 什么什么了啊，什么什么了，不能和你们一起出去玩了啊。And A 比 B at the adjective 啊，昨天比今天好啊，昨天比今天好一点，昨天比今天好多了啊。We can't add the adverb before adjective 啊。Next， 听说啊，我们学了听说 hear about 啊 ，I heard about。我听说我们下个星期一不上课啊！我听说我们下个星期一不上课，听说 hear about。好，还有不用和不要，不用 needn't 不要 don't want to， but I have to emphasize 啊，要不要和用不用 a same meaning， need or not， 哎。Yes， 不打算 and 不能 is different meaning 啊、different meaning 啊、and listen to me 啊、is very important， 要不要 and 用不用 is same meaning， although 不要 and 不用 means different is different meaning 啊、is different meaning， but 要不要 and 用不用 is same meaning。要不要去院 ？Need 啊、？Do you need go to the hospital or not？ 啊、用不用去医院 ？Do you need go to the hospital or not？OK，、okay? 要不要？用不用 ？Same meaning 啊 ，same meaning。Need or not？Need or not？Okay, this is I have to emphasize for 要不要 and 用不用 Okay.明白吗？要不要和用不用意思是一样的啊。Need or not? Do you need or not?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课文二啊，课文二。再读一下啊，你们自己读一下啊。刚才我们已经听了两遍了 ，We have listened for twice. So now just read it 啊 ，read it by yourself， 自己读一下。啊，读一下课文二啊，读完了告诉我啊。读一下啊。
好，读完了哈，读完了，我们就看课文三了啊。课文三的生词，课文三呢是他们在说这个季节 season 啊 season。我们看一下课文三的生词，先读一下。第一个季节，季节。第二个当然，当然 of course 啊，当然。下一个。春天，春天 spring 啊，春天，草，草。下一个夏天 summer 夏天。裙子，以前我们学过啊，裙子 skirt dress 裙子。好，那我们一个一个看啊，先看第一个季节啊，季节。那一年呢有四个季节啊，四个季节。季节的季，我们先看下季节的季怎么写啊？上边一个和啊，和，和的左边啊，和的左边，我和你啊，左边。下边一个儿子的子啊，儿子的子。季节的节，草字头，下面很简单，横折钩竖啊，季节。那一年呢有四个季节啊，四个季节。Spring 我们说春天。啊，春天，还有夏天 summer 啊，夏天，我们看夏天的夏，看夏天的夏，这里是两个横啊，两个横 ，different to 一百的百啊 ，different to hundred 一百的百，因为百里面只有一个横啊 ，only 一个横，但是夏天的夏。上面有两个横啊，两个横，所以不一样啊，不一样。夏天，夏天 ，summer， 还有秋天，秋天 ，autumn， 还有冬天啊 ，winter， 冬天，春夏秋冬四季啊，四个季节，四季。四季，中国人经常说一个词啊，四季。四季呢，就是四个季节。哎，四季就是四个季节。这个是秋啊 ，qiu autumn 秋，还有冬。冬啊 ，winter， 春 ，spring，summer， 夏。哎，对，你最喜欢什么季节？你最喜欢什么季节？你最喜欢什么季节？为什么啊？为什么？啊，我说。你最喜欢什么季节？为什么？啊，恒思喜欢夏天。啊，我最喜欢的季节是冬天，因为冬天很冷。啊，高慧欣喜欢冷，不喜欢热。啊，李牧喜欢秋天。啊，康乐喜欢春天，不喜欢夏天、秋天、冬天。啊，思静喜欢春天，因为花开了，树和草绿了。啊，树和草都绿了。啊，因为夏天有芒果啊，因为夏天可以吃芒果啊，因为夏天可以吃芒果。
春啊，春先写三个横啊，我们写春天的春的时候，先写三个横，然后撇捺啊，然后一个日啊，日就是春天的春啊。啊，因为啊，因为你的家乡很热。我最喜欢冬天，因为我喜欢下雪。下雪穿衬衫 ，Do you feel cold, 一心 ？Just write a shirt at winter。我最喜欢春天和啊秋天和春天，因为天气非常好啊。不喜欢夏天，因为夏天太热啊，太热。啊，我不喜欢夏天，很不舒服。啊，我最喜欢的季节是冬天。我最喜欢春天，因为春天太啊 cool 啊 ，this cool for weather 啊 ，for weather if you want to say cool, you can say 凉爽啊。For weather 啊 ，for weather if you want to say cold, you can say 凉凉爽啊。嗯，那我最喜欢春天和秋天啊，因为春天和秋天天气很好啊，天气很好，不冷也不热，不冷也不热。我不喜欢夏天啊，因为西安的夏天太热了啊，因为西安的夏天太热了。我觉得冬天还可以啊，我觉得冬天还可以，因为西安的冬天有时候会下雪啊，有时候 sometimes 啊，有时候会下雪。下雪的时候，西安很漂亮。虽然啊，虽然下雪的时候，西安很冷啊，但是很漂亮啊。但是我觉得很漂亮啊，这是下雪的时候啊，下雪的时候就很好看吧。哎，这是西安下雪的时候啊，我觉得很好看啊。我爱春天，因为草和树不能说开了啊 ，just 花啊，你可以说花开了，但是不能说草和树开了啊。好，那我写一下啊，我最喜欢西安的春天和秋天啊，因为啊天气很好，不冷也不热。我不喜欢夏天，因为西安夏天太热了啊，太热了。我觉得冬天啊，冬天还可以啊，虽然冬啊，虽然西安冬天很冷啊，很冷，但是下雪的时候很漂亮啊，下雪的时候很漂亮。不能说我觉得都季节很好啊，你可以说我觉得啊，我觉得每个季节啊，每个季节
都很好啊，都很好，不能说都季节很好啊，你可以说我觉得每个季节 every 啊 every， 我觉得每个季节都很好啊，我在我的国家最喜欢春天，因为花开了，树和草，树和草绿了，不是说会雨啊，不能说会雨，可以说会下雨啊，或者不会下雨，不能说会雨啊， you forget the verb 啊，下雨啊，天气很好，不冷不热，对，好，那我们今天的作业啊，今天的作业就是说一说啊，你自己写一下啊 ，talk about 你最喜欢的季节和你不喜欢的季节啊，说一说啊，你们国家的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啊，你喜欢啊或者不喜欢，为什么啊 ？Just like this 啊，用很简啊，你可以说的简单一点啊，我喜欢。什么巴基斯坦的春天和秋天啊，我不喜欢巴基斯坦的什么啊冬天啊 like this 啊，然后说一说为什么，因为什么什么啊，可能因为太热了啊，因为水果很贵啊，因为有很我喜欢夏天，因为有很多水果，因为水果很便宜，所以我喜欢夏天啊 like this 啊，你可以说很多啊，可以说很多句子。今天的作业啊，今天的作业就是说一说啊，说一说你喜欢的季节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哎，说一说为什么啊，啊，就像老师这样说啊，春天、秋天怎么样？夏天怎么样？冬天怎么样？啊，说一说你们啊，这样吧啊，说一说你们国家啊，或者你的城市啊，你的城市 city 啊，城市。因为每个 maybe every city 也不一样啊，说一说你们国家或者你们城市的四个季节啊，四个季节你喜欢啊不喜欢啊，你喜欢不喜欢，为什么 ？OK， 这就是你们今天的作业啊，说一说你们国家啊或者你的城市啊的四个季节，那你喜欢不喜欢或者为什么啊？rainy season， 我们说雨季啊，雨季，雨季。雨季啊，可能一月啊，一月到啊，几月，从几月到几月是雨季啊，从什么什么到什么什么 from to 啊 from to 好，那我们今天就可以下课了啊，可以下课了，你们一会儿还有阅读课啊 reading lesson， 你们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准备一下阅读课。好，我们明天见啊。好，不客气，我们明天见啊，同学们，我们可以下课了，休息一下。OK。